打扫猪圈，哎呦，美化稻田，扎稻草人，学习使用独轮车，哎呦，还有分拣蔬菜，猪倌、粮倌、稻倌、菜倌，他们都给我们准备了报酬，有机的猪肉、有机的大米和有机的蔬菜，帮他们干完这些活，我们就能拿到这些东西啊。好，主理人注意啊，主理人是负责分配大家怎么干活，也就制定游戏规则的人。哦。第二，主理人是负责怎么分配农夫给咱们的报酬的人。哦，那肯定身体好的干活了。我有种不祥的预感。让你打篮球，再让你打篮球，让你踢足球。这几下47岁的属于力道大了。刚才不是有三位身体不是特别好。所以我们三个就不用去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在这等着你们胜利的消息。因为这个三位身体比较差啊，所以我认为他们比较适合干文职工作。身体差才得锻炼，缺乏锻炼需要锻炼吗？你这个逻辑推不通的。我们身体好不代表脑子差呀，身体不好还不锻炼？别说了，别说了，别说了。啊，对，明白，别说了。今天的主理人就从这三位健康的人里羸弱的人当中产生。羸弱怎么想说这个文什么词？什么词？羸弱那字我都不会写，特别难写那个词。来聊聊吧，聊聊吧，说说吧，你先说吧。你来吧，你说，你来，哎，别，别，哎呀呀，你别碰我，别碰我，我易怒啊。程璐先说吧。啊，我怎么分配吗？对。大家好，我是这个农场的主理人啊。作为主理人呢，肯定是能者多劳，对吧？看看谁干活干的最多，给他最多的报酬。哦。然后，鉴于这个团队也非常难以管理。所以我会设置一个，副主理人，哦，让他替我来监管这份工作啊！哎，就这一句话，我的天，就参观了，就参观了。我只要来监管副主理人啊，把这个工作做好，那就可以了啊。那你对这个劳动者有什么想说的吗？劳动者就劳动嘛，千万不要试图这个要成为主理人。这个主理人只能做一届，说的不全，顶多做一届，顶多他这一届估计也够呛，你坐下吧。我可能是需要两个副主理人。没有一个人干活。两个副主理是从这个怎么挑选呢？就劳动者里边挑吗？我希望从我们的身体好这帮同志们，也能够挑选出一两个副主理。哎呦，这个好！我们所有的事情都得公平，并不是说身体不好的呢，那就一定要就是说不干活，因为身体不好，你通过努力干活也能把身体干好嘛。对。现在目前看出那边确实头脑很简单。你们这些身体好的咋就不为了个副主理就咋就变成这样了呢？耶！马上被笼络过去了。我的意思是，这个投票权不一定只在我们三个人之间，甚至主理人，你们都可以当。哟！陈一鹤，那两个人不太聪明。这俩没见过世面。你们是没有被忽悠过。不要这样，上头一怒啊。但是很舒服，比上一舒服。对，比上一舒服多了。然后我最后想说的是，所有的劳动得来的这个，第一个是猪圈嘛，对不对？猪肉对吧？我可以不要。这俩，你相信我，是平均的分给他，没有谁多谁少，平均的分。我这么看，我选你了。对啊，这太假了，这个人太狡猾，
看似说的比较，但是说到做到。哦，贺哥您坐这儿。哎呀，贺陈助理来。说到做到啊，陈助理来，您坐这儿。说到做到。我觉得呢，我不想选，我不想当这个主理人。哦哦，我觉得陈赫非常合适。哟哟，我觉得他是一个以身作则的好主理人。我们就让他去好好的清洗一下猪圈，剩下的朋友们啊，我们这六个人均分猪肉。非常好，我这个方案很简单。我们六个就是副主理人，没错，对不对？就这种简单到位。他是主理吗？你理吧，你去吧。大家已经都发表完竞选演说了，对吧？嗯。好，请三位主理人候选人站到前面来。哦，这么正式啊。现在是行使非主理人候选人的权力时间啊！我会设置一个副主理人，我们所有的事情都得公平。我们六个就是副主理人，你们支持哪一位主理人，请站在他的身后。好，现在请各位主理人向后转。哎呀，我为什么感觉不到快乐呢？因为李诞是废物。谁？我觉得赫哥呢，因为蛋脑子不会工作的啊。那他就会让我们工作吗？对，因为他如果不是主理人的话，他就不工作，他也不是主理人，就相当于他少一个劳动力。就是你那是废物啊。OK， 我懂了，我懂了，走吧，走吧，你那是废物。那不当主理人，你也不能帮我们干活。当然不能了。对呀，你们就错了，让他去干活才有效果的。看过《向往的生活》吗？没事，《向往的生活》你干活也很有效果。所以一个结果已经出来了，第二个我觉得大家还是要认真干活啊。那我们就现在就出发前往太阳公社。好，走。